你好。哎，太有灵性了。哎。收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基佬大乱斗。Gambit。我们这次合作吧。经过长期的争斗，我们现在选择合作。哪个是我呀？右边是我吗？我们开始。来。哎，怎么还有小的？我被小的。不是，我是啥颜色的鸡呀、啊？我怎么变红色了呢？你那需要帮忙吗？我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哎，下去，怎么让他们下去？哎，我他妈打晕就下去了。哎呀，打！别掉下去啊！你管子，把他们举起来，不行，得先把他们打晕。哇，你好垃圾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大？哎，完了！你等着，你看我怎么跟他们决战？我可是很强的。加油！我可以用战术把他们引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用战术把他们引下去。来，你们过来呀！哎，他们怎么过来呢？他们也想过来。哎，我给我挤过来了！哎，我马上我就能把他们怼下去了。来，我帮你，把他们打晕之后举起来，一般就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有萌化加成的，看这个人晕了，我们把他丢下去。哎，他醒的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咋又下去了？哎、我可以绕他一波，看没有？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骗他，我可以。小心啊，这个我感觉能简单一点，因为你不会再掉下去了。见得，这小孩真的难缠。哎，我把他帽子摘下来了，我救我啊！哎，你好垃圾啊！起来，出来，火没火？出来！哦，走啊，走！我的妈个！哦哦，出来，出来，哦哦，出来，哦哦，出来！啊！你这……哎呀，你好垃圾！我能出来。你刚才我就这个窘况，跳不出去。等一下，你在那边，啊、别不动了。走！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这次我们准备好，这个地图对我们非常的有利。为什么呢？可以把他们怼进窗户里，我觉得。哎，他总是中途醒，你发现没有？对，就中途醒，然后他把我弄下去了。哎呦！哎呀，磕牌匾上了。没，等等，我去帮你。完了，我这边有危机了。哇，这太难了吧！哇，光盘都掉。哇，能调难度吗？太猛了，我操！哎，他哎，我俩都晕了，还亲在一起了，你敢相信？哎呦，我觉得现在不能靠局把他们扔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打我干嘛？就得多人扭打在一起。哎，好，就剩这一个了，二五仔，干掉他！啊！我别跑，打他，扔下去！啊，活了！呀！biu， 操你的又活了，biu， 太难玩了这次 ，biu， 他又活了，哎呀操，广告牌倒了，太不容易了，还有第二波，第二波哥，哎，咱俩去楼上，咱俩去楼上，哇，多了一个人，我顶住这两个人，他又活了。啊，这 fuck you！ 啊，他又活了！哎，我掉中间洞里了，你休想！哎，我没穿裤头。你好！哎，你好！哎，太有灵性了！哎，我去找你。哎，哦 ，hello， 哎。the fuck you！ 啊，还是我赢。你好，这次我们在。这次为啥他动了？在一起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雕车动了吧。下去吧你，别拉我，别拉。哇，我屁股露出来了。
哎，再见。啊然后抓住那个成就已解锁。哇，为什么？什么就是成就？成就谁就、啊？哎，我是秃顶吗？我怎么样才能到达你那里呢？不是现在这个地图已经完全变成这样了吗？我去找你去。我帽子掉了。哎，我等你，我等你过来我就掉下去。哎，好像等不了你。我在这儿。哇，咋办？哎，这下边应该有木板，我记得。哦，这也没有。嗯。哎。可以下哦，可以下来，早说嘛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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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哦，下不去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我是秃顶，怎么又是秃顶啊？我这角色怎么都是秃顶？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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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把名给摁出来。去下去。我不动，你不动，我不动。下去，移动不动不是王八吗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他这个随机是每玩一局就是随机一个地图。啊，那这个不错。哇，这太棒了！我早知道就玩这个随机地图了。哎，干嘛？哦吼。喂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咱俩以前玩的那是实际的吗？按哪个能把你给拿掉？按这个。哎呦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再见。啊！哎，怎么就你赢了？我没掉下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老者，我赢了你再美个屁啊！这个什么？这是建筑工地是吗？哦，搬砖安全吗？跳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哎，咱俩应该往下探探路。对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刚才就掉下去了，为什么要你？我又是秃顶，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今天休想回去了。啊，完了，掉了。这地方能掉吗？你看呢？你猜呢？我不能把你打晕吗？这有交手，哎，交手怎么又是你赢了？看，这是梦开始的地方。来吧，一决胜负吧。找不到我在哪儿，你要能找到我在哪儿，真的，我就服你。你在屋里啊？没有啊，屋里没有我呀。啊，那我找不到你厉害。你过来呀。你过来呀。那我来了，冲吧！Come on！ 呀！啊！是啊，一套组合拳，把你打晕。哇、啊，晕了吧？晕了就给我下去吧。下去。最后一局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个特别吹风是不？是不是吹风？对，是不是吹风？大哥吹风。对，来下去吧。哎，人呢？哎。我怎么上不去了呢？躲开！因为有我在。躲开！是不是？哦哦！哎，没有风了，没有风，赶紧上来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再见，你死掉了。不存在。你人呢？不存在。你人呢？我害怕。你人呢？你过来呀！看看那个老头重现江湖。哎哎，老头呢？老头呢？这老头呢？你有病吧？好，那么今天这个基佬大乱斗就玩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放在视频下方点个赞，并且狠狠的戳一下关注订或者订阅的按钮。那么我是鲤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。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